欸，现在全台湾找不到神社，全部都惨掉了。你不来，日本统治台湾50年了，盖了很多神社，台湾盖了超过100个，现在一个都不见了。因为国民党来的时候就全部把它铲掉了。现在看，我查那个历史哈，台湾最后一个完整的神社哈是旗山神社。看一下蔡明耀当县长、高雄县长的时候，把它给挖掉，有没有？现在看得到哈，日本建筑最完整的是哈大溪的武德殿，就这栋一个建道馆。啊，也许因为它比较偏僻，你看都逃过一劫。以前什么比较大的日式建筑嘛，几乎都摧毁掉了。国民党来到台湾把雾社的烟花砍掉，改造梅花，以前就是有一个意义的。我做过哦，那个凸显者准备选江宜桦嘛，我是叫徛台。啊，伊个提早到一下，我有去边啊一个迄、那个宫边啊一个陈诚波纪念馆去看。我看一看哦，其实蛮感伤的，因为哦，陈诚波是1895年出生的。交南宫哦，赶着时间。去年八月哦，去年八月哦，我去大陆嘛哦，去参加北京参加什么蒋渭水研讨会。我们中共哦，解放军总政治部，你们台湾人为什么没有民族大义，不肯支持祖国统一大义？我讲我南宫出席的文档还民族大义。欸，我祖父出生就是日本人，被生到日本人是他的错吗？还出席的日本人啊？我爱读台本资源哦，读到台北师范啦，念到台北师范，哦，啊，黄明化运动伊嘛，做年纪去参加，你知吼？他出生就是日本人嘛，被送到日本人是他的错吗？不是嘛？他50岁那一年哦，台湾光复了，天哪，他的世界全部崩溃，他所有过去相信的一切都毁掉了。所以哦，每一代的台湾人哦，在政权改变之际哦，就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自我摧残、自我侮辱，你留在新时代哦，苟延残喘；啊，另外是什么？也适应不了，对啊，不管是陈诚波或是我的祖父，他接机了一下，28都被抓去了，他都被打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一个，因为他过去相信的那些全部都毁掉了，所以我新政权他没有办法适应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人家讲啊，那台湾人是85%，啊，那叫同敌。其实哦，台湾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反抗，对不对？你谈的历史哈，那个荷兰人统治时代有什么？鸭母王朱一贵哦，那什么郭怀义哦，农民起义哦，那日本时代哦，不管是雾社事件、交八年事件，台湾人不是没有反抗，你知道？但是哦，台湾人哦，还是比较小国嘛，你知道？啊，每次反抗哦，就被杀了，你知道？哦，就台台的，那剩下就比较乖嘛，对不对？那比较乖的跟比较乖的结，剩下的更乖的，这个品种的selection，品种的选项，所以哦，这出来都是足乖和顺民，你知道？他有人说按你脸，我突变种，我是不小心的突变种，你知道？你知道，台湾这属民哦，最后一句话是啥？不知道，不想知道，也不用知道，它的历史跟地理。我常在讲哦，我民国68年进台大学系，你知道？我发现我的同学哦，建国中学毕业的建国中学第三名毕业，台大学系哦，花莲跟宜兰哪个在北边，他不知道。我那错就不知道，你说那个教科书没有啊，联考不会考。啊，底薪哦，我后来我自己想一想哦，民国68年的时候哦，大甲溪、大安溪、浊水溪，哎，相对位置我也不知道，我蛮没样的。那所以这个现在，这个台湾人哦，因为咱人的头脑哦，不像电脑了，电脑 delete enter 去了，它就去就洗掉了，对。你读下台面物件，没有办法洗掉啊。那所以改朝换代的时候，哈，知道的越多越凄惨。你要么就自我侮辱，自我批判，我在新政权活下去。啊，你较早迄个那一届，你较早价值观都还在，你就完蛋了，你就适应不了，抑郁中。那不管是陈诚波或的祖父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例子。所以台湾人哦，在历史上，为什么台湾人不太喜欢知道台湾历史、台湾地理？因为哦，不知道，不想知道，也不用知道，可以这样可以敢过。所以台湾无历史感，没有历史感。就另外讲，你直接讲蔡瑞月与道顺，你中山北路二段，如果台北市民把蔡瑞月与道顺烧掉，改建大楼，他不觉得怪怪的？如果台北市民把华光社区拆掉，要改建金东大楼，他也不觉得怪怪的？如果呢，哈，我们那个什么新北市的福安把它拆掉，我们干嘛？那我后来发现呢，台湾人在摧毁历史文物。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不想知道，也不用知道了。所以台湾人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，没有历史感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以前的情况，因为三百五十年代就是你知道，知道越多越痛苦的嘛。因为你每次知道啊，改朝换代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不干涉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想法。所以这个缺少历史感，没有过去是尴尬，你知道。蔡英文有道是哈，那是那讲起来是悲剧，你知道吗？那台北市这个指定哦，古迹，一行行那个半黑给修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古迹以后不能改建的，啊，大家要顶着，要顶着土地嘛。所以现在台湾哦，因为我最近去湖尾去看那个湖尾糖厂，你知道？那日本，你不是说下铺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很大一片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日本宿舍区哦，它破破烂烂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讲话台糖哦，每次都要把那个土地哦。卖掉啊，建大楼赚钱，因为现在目前台糖最重要赚钱的方法就是开了很多土地嘛，哈，那个变更地目了哈，土地重划，那个盖公寓去买。每次政府跟他指定土地啊，只要一指定，当天晚上就要画好板，把它修掉。你指定土地，他就不能卖来着，他说就把它烧掉。后来哈，政府就不敢指定土地，那你不指定土地，那个就不能修啊，不经常修理的哈。我也不会当场狂不一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一个我们的台湾人哦，没有历史的感觉，没有历史的感觉哈，就是我们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。为什么你知道？有任期的选举政治加上没有历史感的政客，就是我们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。合适是问题嘛？外挂，外挂才会插保，你知道？健保我想先的，因为以前嘛，二代健保没有解决问题，他只是把健保破产的时间往后移而已。现在哦，那什么农保、公保、军保什么保哦，通通会破产，大家都晓得啊，没有人要处理，为什么？那破产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总统了，管你去死，合适是问题吗？我当时跟你讲，你知道我怎么反对合适的？我当过十七年台大院外科教授主任，我当过五年半创伤医学部主任，我是台湾重症医学最高顾问，我现在明白告诉你，台湾没有多化灾应变方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剧本都写不出来。我们叫那 SOP 嘛，要写那个叫剧本，然后那个大量三万人机那个演习计划，每年叫我写都写不出来。你要怎么疏散五十万人口？你跟我讲，怎么疏散五十万人口？你跟我讲。问那个学运的那个人，学运的，学运的，没有办法疏散五十万人口，不行，用合适的。这个就是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是我每次批评国民党，你们都知道这个没有变变方案，你们还是硬要干一些创业。有任期的选举政治，加上没有历史感的政客，就是他的问题所在。所以哈，看你考虑的时间嘛，你可能四年、二十年还是一百年。你要是考虑四年哦，反正预算都变得不屁啊。考虑二十年哦，你就开始不太想盖。考虑一百年废话，当然不盖。所以投资是问题吗？看你考虑多久。所以哈，我去部位嘛哈，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？这句话最近开始在思考一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呢，我说哈，政治有那么困难吗？没有啦，用心的找回良心而已。什么是对的，什么错？你要跟我讲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有可能不知道吗？什么是对的，什么错的？你要跟我讲，你不知道吗？真的不知道吗？今天谈最大问题就是对的事情没有办法做，错的事情每天在做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哦，还有，我们希望在下一代公民运动，对吧？我从这个什么今天拆大湖明天拆政府开大湖事件哈，阿过来哈，文林院事件哈，阿过来哈，绍兴社区台大学生开始抗议哈，阿过来反核四运动哈，阿过来反媒体垄断哈，反旺中哈，最大规模是这个，洪仲丘事件，不过昨天被打破纪录，前天打破纪录，黑山军，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没有政党动员。没有游览车，没有花便当，没有花走路工，二十万人走上街头，这是台湾中国人的历史上哦，中华文化圈历史上这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这是足规模，结果没有想到哦，这边黑山军规模更大，对不对？一刚哦，我在现场哦，这个真相哦，因为被打在这个总统府上面，二十五万人哦，高呼要真相啊，冤呐冤呐。
你在现场听吼，你感觉哇，这国家是变怎样？所以我说吼，红岸是台湾的茉莉花革命，台湾版的茉莉花革命。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最了不起的。哎，解散以后没有垃圾，就表示说台湾的水，台湾国民的水准哦，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。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。200,000人上街头，就别管这次更厉害，500,000人上街头，走的时候没什么垃圾。哎，这是，那样一代国家吼，垃圾几吨会堆在那里。1985年哦，白山军的意思，这当然是这样的哈。网络技术的进步，你知道吗？让直接民意可以动员。较早吼，你在往那个吼传真机、电话吼，啊通过明代吼，不管是立委的、议员，啊叫做董官，啊再往有人加载了，你知道吗？起码吼用这个网络，你知道吗 ？Facebook 还是又对什么乡民，你知道吗？网络很快，所以我们有办法超越间接民意的，说不需要立委的，不需要议员就可以动员。那我都不需要立委的政党，那更超越掉政党。所以国内黑山军哦，共占立委，我就看起来真的有时候会笑出来。那民进党都派一大堆立委兵排班的哈，给够万猛的哈。我的立法院的四个门，然后我派有我那立委在那排班的哈。哎，还先看下立委讲，哎，你跟他未结婚呢？然后民进党立委叫做够无聊的。啊，大家排班解离啊！啊，学生在那边演讲，啊，那立委在那边哦，过敏减肥问的，看人家笑袂出来，真的，你去帮我买一包香烟。我天哪，哇，这个，哇，整个民进党被边缘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哈，从这个乡民开始呢，变公民社会，所以才出现素人政治哈，开始超越人力。我倒认为这样啊，柯文哲这场选举哈，不管输赢，有一件事情我绝对确信。从此，他的选举跟政治要改变，他叫我变起来，你知道？一个人哦，一个人会使甲古阿规政府都变起来哦。那几个学生上冲进立法院了，整个台湾，所以这个哈、哦，从这个乡民变公民，之后变素人，政治变超越蓝绿哦，整个蓝绿都被打破了哈、哦。所以台湾的选举政治哦会改变的哈、哦，透过 Facebook， 透过 LINE 哦，透过 PDD 哦，还有其他。外国哦，你知道黑山济南路要千岛东路啊，你都可能觉得很奇怪哈，物资站啊哈，医疗站啊哈，通道，我看人在指挥的，那好像井然有序，没有看到指挥总部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在烂，你知道烂来烂去，那国安会有机关，我看中国判断集团，判断集团在哪，看不到那机关，找不到判断集团，你知道吗？那国安做组织一个，我来讲，整天烂来烂去的。所以我讲吼，在大家无看吼，手机还是拿出来赶快学习。不过现在啊，我们看看我们看到台湾社会的，我们常常只是用自己当坐标来了解这个世界。你在台湾的话，为什么看到会我们目前看到这个现象？我们看到 system failure 系统性衰竭，美俄事案怎么发生的？太极双星案怎么发生的？今天能败就七八有，哦，通过台北市政府、台北市因为杜花处、杜根处、卫生委员会一路通过，你们，你郝龙斌不知道，你的一级主管都不知道，你的财政局长都被收押，你买个副局长做资源，你是，你归杜花处、杜根处，个卫生委员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往台湾来讲，你知道，贵州传派去，你知道，林毅事案哦，林毅是只有一个案子，没有其他案子，你相信吗？老可怜，6300万的赃款，没有上游，没有下游，没有共犯，你相信吗？那不可能的代志嘛，6300万一人独得，老可怜。那为什么特侦组跟法院办成这个样子？林毅是现在有抓去关吗？没有啊，我看我们老老熟。他老婆在怀孕。不是、啊，搞什么？我因为他闲着闲着没事做。闲着也是闲着。这个连慧欣案，